来吧，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昨天晚上被车撞了，我掉到一个莫名其妙的走廊里，这个走廊我怎么也走不出去，而且还有一大堆的萤火虫。然后我把一个奇怪的东西拿回家，我就在许了个愿，我说我要变成金好男朋友，结果我就变成金好男朋友了。早上我跟我爸妈说，他们不相信我，还把我撵出来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来找你。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OK 啊，过了，嘴皮子脱缰了。我的脑子是脸在跟他演，但我的脑子在过后边的词儿，你知道吗？全是脱节了。